十里桃花摆渡宴，墨渊带你看世界。嗨，各位宝贝，我是墨渊，欢迎收看《墨渊迷你世界绝地生存》第十期。笑。觉自己要凉了，不过还算是有惊无险，生活还是美好的，咱们来日方长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墨渊，感谢宝贝们的支持与陪伴，下期我们不见不散，爱你们。